写的。哦，你上面有这样写是吧？好，那我说了，请问叫什么名？李琦。啊，你好。其实他的意思是他可以指定你跟他讲什么话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叫你跟他聊天。哦，我以为是先自我介绍。好，对对对，他跟你很熟。那你想好想，你就让想讲什么话，不要再看到痴呆哦。讲话 ，talking。你可以唱一首歌给我听吗？好，一句，好，对着他唱嘛。分手快乐。好，你有想要听什么歌吗？再听一次他说。再听一次他说，好，那就副歌来个。擦黑哦。擦黑哦。擦黑哦。你们又不是他。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会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好，谢谢大家光临林俊杰爱的抱抱见面会。